akşamlar. My name is Derya ÇİMEN. I'm from Turkey. Thank you. Pleasure to meet you. Miss Model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来自中国的佳丽, 苗壮先生为我们颁奖。 委内瑞拉的嘉宾，全国政协专职副书记李清贤先生，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廖君文先生，以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组织机构执行主席第21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国际总决赛组委会主席安娜小姐共同来为他颁奖。